我的麦克风。没事。Hello， 大家晚安。桌上怎么有蚂蚁？让我消灭它。杀蚂蚁当中，没事。Hello， 大家，我来继续。三环插手机，二环插。哦，有声音吗？嗨，哦，是不是太大声？对不起。有声音吗？有了，好，我刚才耳机没有插进去，太好了。Hello， 哎，这件衣服是不知道谁在很久以前送的。要忘记是谁送，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穿，想说今天可以穿，但不知道这是谁，我已经忘记这是谁的了。好好笑。对，重点不是我的，没错，不是我的。好看，我自己有好看的衣服好吗？你们敢说志龙的衣服不好看吗？哈，你们敢说志龙的衣服不好看吗？那他什么时候？十二点半吧，十二点半啊！我明天早八哎，我还是需要早点睡觉，早点睡觉。明天好上，明天很满，我明天课超满。照看也是做题，真的吗？明天从早八，反正明天上是好久了。那干嘛提早开？因为就两个小时啊，因为昨天一个半啊，今天播两个小时啊，可以吧？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用明天早八是什么概念？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天哪，你很会说话哎、欸，什么意思？课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明天的课，我礼拜四没有请过太多假，因为我们事情很少在礼拜四。但我发现我们事情通常都在礼拜三，或者是礼拜二，或是礼拜五，二三四蛮少事情的吧。四就比较不会请假。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 ？AKB48 TV 成军三周年，动感开场，活力四射。记者会的内容，你要听什么歌？生日直播要听什么？我们要听一个小时的 Happy Birthday 吗？谢谢季风亮、枫叶跟小刚。哎、欸，我有那个小刚的名牌在这里。哎、欸，我现在是那个吗？镜面吗？我看一下，这样子，这样。因为呢，我不知道叫小光还是叫阿光，所以就直接变小阿光，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聪明？不知道小光还是阿光，那就不如小阿光，又新的名字，小阿光，小阿光蛮可爱的吧？不是啊，就是小光也小阿光，就是小光也可以，阿光也可以的意思。就是小阿光，是不是很聪明？太聪明了吧！晚安，大家晚安。Good night，Good night。
不客气，你的名牌，希望你喜欢小阿光。他只剩一次改名机会，只能改三次，是不是？Sorry 咯，我们先，那我们来听 Christmas。Christmas，好大声！来听 Christmas 的音乐。现在听 Merry Christmas，太棒了吧！Merry Christmas，走心走，你要提呀、啊，大家都不交作业啊，没关系啊，要改成小阿公。我的 report 打算就是在大概2年后，然后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再发出来。他说：“哦，这是什么时候的 report 啊？”不知道。在2年后，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想不到啊，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发这样子？你改叫小，你要改叫小阿光是不是？太棒了吧，太聪明了吧！这样全部的人都变小阿光，就大家都拥有这个名牌了，会不会太聪明？下次一定庆生，庆生，原来是庆生记者会吗？原来是庆生吗？哎、欸，我今天原本一直想要提说，希望可以，就是因为我有去平面联访，我原本一直想说，我平面联访的时候一定要叫记者跟我说生日快乐，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但是呢，我忘记了，我不是没有提，我是忘直接忘记这件事情。我是结束之后才突然想到，好像可以提。不是不是，好像可以，我忘记提了这个东西。原本想要满足我的虚荣心，没事。哎、欸，平面联访很开心哎、欸，平面联访就是跟记者们聊天就很开心。然后因为记者们的那个回应都很浮夸，有一个记者超可爱的，他是一个男生。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跳的时候，他就在下面跳，然后就感觉记者们。就是可能就是同一个行业，所以记者们的感情都很好，所以大家都会互亏。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个记者，有一个男记者，就在我们在跳芭芭芭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跟着跳，然后就被另外一个记者录下来，然后他就给我们看，你看他有在跳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三期生预定，哎，跳一跳很好笑，非常有趣的记者。谢谢郑宇的一封信。因为衣服，亲友会不会出？没有吧。但呢，就是，哎，还要说什么？哦，因为我不是说我是喜欢，他们说问理想型，然后说喜欢有才华的，然后诗雅那个时候就帮我补说，因为就是不管怎么样的人，在认真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都是最帅的。然后我就说，对啊，像记者们现在很认真在打电脑采访我的样子，真的都是最帅最美的。他们居然没有把我给写进去，谄媚失败没有吧？开玩笑的，谄媚失败，没事，多了多了，真是抱歉。这很好玩，平面联，我真的很喜欢平面联访，太虚伪了。但感觉记者们的感情都很好，然后后来就有工作人员跟我们合照，然后就刚刚在下面跟我们跳的那个人说：“我也可以合照吗？”我说：“哦，可以啊。”然后就大家就一起合照，这样子就是很有趣。然后他就跟我们一起比这个一秒。完全麦克风，我原本就是想要补说，因为就是有知道要补2月10号跟2月13号有握手会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想说没有人讲，那我感觉是不是要提一下？然后但是又觉得我提好像很怪，就感觉握手会感觉是队长提比较恰当，所以就是后来诗雅有讲这样子。没有，我原本也就是要讲握手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原本只是想要顺便工商一下啦，这样子。记者也太粉丝了吧！
三期生。因为后来还有问到体重问题，然后说，就是反正就是有问到说，谁有减重什么，减到多少？然后 Mina 说她从43公斤减到40嘛，然后那个记者说，哦，那我不行了，那我不行了，还想篡位啊？没错，你看我要讲话，对啊，我没有啊，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没有要讲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讲一下握手会而已。现在不说，我还没有减到40，抱歉。谢谢 Rubber 的幸运四叶草。娜姐下来肉了，应该是跑到我身上吧。娜姐下来肉，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首先，不是，反正我们就是会在12点的时候打开这封信。这封信很可爱，他说记得回信哦，我们20岁生日才能打开。From 16岁 no 你，16岁 no 你，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乱用 no 啊，对不对？小时候都很爱乱用 no 这种东西。他等会就是再写一封信吧，就是这样。然后回信就是再写一下啊，这样子啊，叫一封就是里面有5张啊。这个信封里面有5张还6张，忘记了。因为可以播，有些可以，我记得是有些可以播，有些不能播。反正我就边看边过滤啊。茶的魔手，这信能读吗？就是有，应该是有些能读的吧。有偷拆过没有啊？有人想偷拆一个，但是他粘超死的。他粘超死，我想说，哦，好，算了。那 就真的只能。还有不能播的吗？就是那个啊，有问说，因为我记得我有问说，我妈妈还有在哪里上班吗？或者是我爸爸还在哪里上班吗？什么之类的，这种问题就是不能播的问题。从今到我就从头到尾默默的看完那封信。天哪，好多好多，好开心哦！很多 CGM 的成员回我的现实，我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小粉丝，谢谢大家，真是快乐。做新的幸福方案也是可以。生日假期没有啦，上次陪我那个 Molly 的现实，就是呢，我明天就是会放 Molly 的 cover，但是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期待，就是短短的副歌而已，这样子。而且我原本就是想去外面拍啊，但是现在是外面包到底，我不知道。他说在外面拍照可以脱口罩，但是摄影算拍照吗？就是一个很模糊的界限，所以就想说算了，还是在教室拍就好。太可惜了。那我把音乐调成，那就期待一下喽。能看到一家在20岁开启这封信，没错。我那时候16岁，我曾经17、18岁的时候想说，天哪，我20岁也太久了吧？就是我到底要过多久才可以开这封信？没想到就到了，太恐怖了吧！真的是时光飞逝。我来偷看一下几个字，这有个缝隙可以看到，啰问啰，什么会很多人？哦，握手会很多人来吗？啊，这是一个伤感情的问题，可以啦，我已经一不满了，行吧，行吧。现在你会手的 Papu Cat，谢谢，4岁转眼就到了，天哪！面到20岁这天什么意思？我是会怎么样？我的19岁还剩下1个小时多，相信我今天是不会有什么衰的事情。对啊，而且那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握手会？因为 TP 时期没有办过握手会。穿上漂亮，穿上漂亮什么？穿上漂亮的衣服吗？什么之类的？当村民了，好可爱的问题哦！我问我说当村民了吗？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像外地人都会去当村民的样子。抱歉，倒了，倒了，抱歉。他说不能拆开，但他没有说不能偷看啊，所以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偷看一次。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好吗？先不要，真的是，不要爆，不要爆，爆爆！哎，大家被我爆雷了耶，真是太可惜了。大家有没有一秒一秒约好出来的时候，就想说：天哪，我是真的被爆雷了！这样，天哪，真的被爆雷嘞，好好笑。撑死能撑，对啊，如果撑死能撑5年的话，也是很厉害。但是搞不好真的可以啊，就是如果 TP 没倒的话，搞不好 TP 村是真的可以撑5年。感觉如果我觉得如果 TP 村做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是一个蛮好的企划的吧。我当初在想，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是蛮好的企划的。连摔牌，真假的，好好笑，好好笑。今天都不想看见进阶直播，抱歉喽。今天歌单有惊喜吗？今天歌单就是一秒一秒约好，然后爱哒嘎哒、饼干、樱花瓣、reset 跟 Happy 说天使。哎，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跳错的地方刚好镜头都没拍到，就是蛮幸运的。很开心，我的黑历史没有被流出去。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很常跳错，哎，今天跳错3个地方，怎么会这样？但就很开心，刚好镜头都切到别的地方，就还好。而且前一个跳错前的镜头是切我，那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我要跳错的时候，他要赶快切别的地方，就天哪！我跟这个摄影师真的是默契配合大考验。我说樱花瓣跳错，樱花瓣居然会跳错，真的是樱花瓣居然会跳错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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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樱花瓣居然给我跳，对，这可能就是我19岁衰的地方。还有一只喷耳环，我在彩排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喷耳环了，然后我下台的时候姐姐就说：“你觉得你等下会喷吗？”我说：“我觉得会。”那姐姐说：“但是你还是戴着好了。”我说：“好。”然后就我才跳一秒一秒约好的时候就已经喷耳环了，太快了吧！摄影师都很爱你，对呀，谢谢，很开心哎。摄影大哥有 get 到，他要跳错，他要跳错，我们有心电感应，真是太开心了，谢谢摄影大哥。小喷，哎，我真是每次都喷哎，但是没办法啊，就夹的就很容易喷。如果你不想要耳朵痛的话，天啊，这什么？这什么好酷哦！谢谢 Rain 的时间静止，谢谢。谢谢帮是什么？瑞婷的粉丝名吗？是吗？他的粉丝叫谢谢帮哦，好酷哦！时间静止，对，真的是朋友十个，身为朋友居然不知道他的粉丝群叫做谢谢帮，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谢谢大家。个人不说，怎么会不熟？怎么可能？我们还在聊天呢。帮帮帮！那小可爱是什么？我以为是小可爱，不是小可爱。叫你们多说些。天哪，好有礼貌哦，太有礼貌了吧？我以为是小可爱耶。哦，最近灵光一闪的产物，原来如此。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王艺佳喏，19岁这样子，哎，现在宿舍都没有人，很孤单。我自己来录一个艺佳生日快乐，多难过，多难过！艺佳生日快乐，艺佳生日快乐！哎，再一个，再一个，艺佳生日快乐，艺佳生日快乐，艺佳生日快乐。好惨，还自己录，太难过了，so sad。
表情突然表现不好，没有，现在宿舍有人好不好？但大家都给我，没有，只有小，因为小晴刚才在虾皮嘛，小晴在虾皮直播，所以还没回来。然后回来，他都不给我出来，在房间科技冷漠，没关系。一家生日快乐！一家生日快乐！嘣嘣嘣！很边缘，大家好边缘的声音哦，怎么会这样？结果直接开路。哎，不会，没有，他们没有那么好，跟你们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啦！现在跟大家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来干嘛？我们要来滑 IG，我们要使用我们的 IG 来回顾我的19岁。IG 就是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记录的部分。首先呢，去年不是，也没有去年，今去年的明天，去年的明天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企划，叫做"情热 TP"。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很，那个时候就很厉害。我现在已经做不出这种影片了，可以啦，我现在还是可以做出这种影片，但是没有空了。现在实在是已经没有空做这个影片，太难了。这影片就是耗时我3个月。谢谢 Tin 的掌声鼓励。这不是就是大家会有那种直播主不是会有那种笑声，就是罐头笑声，哈哈哈哈！我的罐头笑声就是一家生日快乐。没错。然后呢，反正去年是情热 TP，情热 TP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影片，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它就是结合一支，结合了搞笑，又搞笑。然后又什么？又搞笑又感人的影片，又震惊又搞笑的，应该是这样吧？有感人吧？应该蛮感人的吧？今天没有大作，今天就是 Molly。今天实在，我原本想说今年感觉二十岁，20岁感觉应该也需要一个大作的，但是时间不允许，就是有点过度忙碌这样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有大作了。谢谢 Steven 的枫叶，太难了，很感人。对呀，感人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在开卖 Special Gift 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合照会 Special Gift 之后呢，开卖了我们，这是什么生鞋啊？暖炉吗？暖炉生鞋吗？10月生写真，暖炉生写真，然后再来就是生日会，生日会是熊熊遇见你，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生日会。当然，我真的觉得你们今年的生日会一定要好好的期待，真的是我们非常的认真在想这次的生日会内容，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波，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真的是。今年更有趣，今年可能不是走有趣的风格。今年呢，应该是走一个，今年是走一个温馨风。先跟大家提示一下，温馨风。还没想到，快填快填问卷，先让你挥手的红玫瑰。谢谢阿基的红玫瑰，谢谢，也没有到走心，走心有点太过了。走心是什么概念？走心风，不知道，可能也会蛮有趣的吧。反正就希望是一个大家会喜欢的生日会。但是那个熊熊遇见你真的是大家应该觉得蛮有趣的吧？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次的生日会，所以呢，因为就蛮喜欢去年的氛围，就找了艺人来当主持人。其实我们原本很想要争取就是自己当主持人的这件事情，但是好像有规定，就是说一定要找主持人。可是怕我们自己太忙嘛，就是自己要主持又要庆生的话，不然因为我们原本想说去年也是我们3个人自己主持的，就觉得蛮好的。现在干嘛？去年就是有那个有资啊，
火鸡呀火鸡，公鸡呀公鸡，都什么动物接龙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游戏是那个成员大考验，成员认知大考验，就是你问我答。欸，然后问题都超刁钻，问题是什么？我最喜欢颜色色号，还有我的皮肤色号之类的。我就是一堆刁钻的问题。但是因为想说去年都可以自己当主持人了，想说今年应该也可以，但是没有，就是规定要请主持人这样子。可以找你是吗？羊驼，对，就是很多，对，不能讲到头上牌子的词。那是我们想说，如果大家一直看我们讲自我介绍的话，可能会蛮无聊的，所以就想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再额外加一个游戏。所以其实我们有三个游戏。哦，我有问运动会接力棒，天哪，太刁钻了吧！我自己棒十五磅是不是？有够刁钻欸。甩边腿就是干让大家很荒唐，就是很荒唐，被我色号搞下去哦。你说见面会那个起来，然后问色号对的人蹲下，欸，对的人坐下的那个游戏，欸，那个游戏其实也蛮好玩的，是一个有趣的游戏啊。然后去年就是也有争取到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可以开放摄影，所以今年争取开，还没争取，今年希望也可以多争取一颗摄影时间。为什么是跟社长击掌？关跟社长击掌什么事情？好好笑。好啦，再来就是一连串的，反正就是一堆捷运直达的系列，有去了那个动物园站，动物园站就是去。跳哈西雷贝丁，毕业商人在哪儿？你和蛋蛋哥哥不是也喜欢着？然后就是那时候还蛮羞耻的，因为很多人路过。然后其实我们还好，比较羞耻的是肉肉，他就是穿着企鹅装这样，穿企鹅装，然后走在大街小巷。再来就是合照会啦，合照会我是穿，这什么汉服，合照会穿汉服，但是我觉得我裙子配错了，我裙子配的好怪哦。算了，我都够了。原本可以买裙子，但是很贵，就想说算了，错了，我裙子配的有点怪，那个颜色有点不太搭，没关系，没事。然后再来去看了七月半的演唱会，尤罗西哭演唱会，欸，我哭欸，太感人了，真的是很感人，而且他们好好哦，真的是很不会讲 MC 欸，就是他们的 MC 真的好厉害，毕竟是 YouTuber 就是一个讲话算是讲话出来的行业吧。现在老沙的爱心气球，反正我就超哭超惨，其实也没有超惨，大概哭一下子而已。想跟你都这样吗？送照片吗？谢谢玉婷的红玫瑰。对，我们在赶捷运，真的是没有招不到计程车，因为大家都在招计程车，然后就是我们招不到，电话完全打不通。那什么国，反正就是那个计程车完全打不通电话。半夜在路上，没错，创造青春。一起创造青春！天哪，小泽来了！哦呀，斯米纳塞！哦呀，斯米纳塞！天哪，小泽居然来了！小泽吉赛泽是什么？忘记了。对，55688，没错，完全打不通，真是。欸，那天其实蛮衰的，会不会我19岁是衰在那一天的？就是我们那天原本要去买一个什么。买一送一的饮料什么之类的，但是要等超久，好像等一个半小时什么的。然后还有没有去买一个东西，然后反正好像又没有卖，然后反正什么车赶不到，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反正这次这个演唱会的那一天实在蛮衰的，可能我19岁就是衰在那一天。我哪有要赶跑他？我担心那我拿卡机塞的是哟。我呀，舒米娜塞。
我担心我一讲的是，我担心我单就比我就一击你，算了，不知道怎么讲，就哈击，卡兹的数，再来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小迪跟诗雅一起录了完全娱乐。第一次是参加一个回嘉义的工作，第一次是在嘉义的工作，真的很开心，真的是很谢谢姐姐找我，谢谢。而且那个时候是一个非选拔的身份，非选拔的身份还可以接到完全娱乐的工作，真的是天哪，太幸福了。卡瑜也是你阿里嘎多哥在吗？啊，就对呀、啊，衣锦还乡。你说原本县长要来，他后来就好像就没来了，这样。县长，光荣返乡，我是伟，但是他们也可以不用找我啊，那他们就是找我了，所以真的很开心。当时其实有出状况，就是摄影师没有跟我们坐到同一班高铁，摄影师没有上到车，所以我是就是等一下摄影师才去的，很荒唐。小戴，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原本有县长，因为这应该算是一个跟嘉义县政府合作的东西。合作的片段。对，我们那天其实在捷运站，欸，不是捷运站，一直讲捷运，因为我们是GO捷运直达。那天在高铁站等一段时间，真的很开心耶，而且那天的应该蛮顺，你的破音应该蛮顺的吧，对不对？一家生日快乐。应该是蛮顺的，然后又摆了火鸡的 pose。 火鸡 pose 就很开心。今天发型就是那个啊，武丹见面会，庆功见面会完回来之后的样子。谢谢朱颜的爱心气球，顺吧，很顺吧。谢谢朱颜的爱心气球，谢谢跟朱莉安的一封信。反正就是，那天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姐姐可以找我。然后这我应该有讲过，反正就前一天姐姐就传了一段心灵鸡汤给我，然后说就第一次发你通告，然后什么虽然你会很紧张，但是不要紧张，然后 round down 多看几次，然后熟了之后她叫我 round down 看熟一点，然后 round down 看越熟就是越可以有发言的机会。嗯，哪里发言？发言，家里猴子的爱心气球，反正就是应该还不错吧，我应该表现的还行。然后那个时候是半夜一点多，就很晚。我说天哪，姐姐 ，Oh my god， 很开心哎，嗯。那姐还在啊，她应该是我们待，就是金鸡姐姐啊，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大家应该都有看。哎，欸，那十月生日会超好笑，十月生日会就超好笑，是好像有一个人就是拍了姐，就是因为我们进场不是粉丝会反拍嘛，然后反正好像有一个人拍了我们的金鸡姐姐，然后标蔡雅了，我们姐姐直接入团。超好笑，该推了。到现在就同一个，就是对啊，同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就是对啊，因为也蛮常跟着我们的。他真的是蛮久，但最早其实不是，他是在我们但一单的时候就在了吧。一单好像是他刚来的时候，一单在一单之前是 TPE 时期的经纪人。
我们 TP 时期的经纪人是待到我们 AKB48 Team TP 的前期，他才走的。好像这个有两个经纪姐姐，有两个，有一个大家应该比较熟吧，一个大家应该比较熟，看过比较多次，然后一个是，其实也不是最近，大概半年前，半年前的姐姐，半年前来的姐姐。走到哪都可以看到的姐姐，给她一个代号，经济姐姐怎么样？经济姐姐一号，如何？不错吧？经济姐姐一号，有啊，而且好像有成员有发过她到现实吧？那一集有发过吧？那一集好像有发过到现实的样子。好啦，然后后来，哦，我去看了新北耶诞城，在圣诞节的时候。现在尬在的我是天蝎座，我是天蝎座，然后拍了一些很好笑的照片，像是嗨呀，人好多，too many people， 嗨呀。现在林果的天蝎宝宝会员。愚人节的时候的姐姐有好多个，现在已经不见了。对，就圣诞节啦 ，Merry Christmas， 然后就一些很奇怪的废片，像是什么6543321 Happy New Year 的废片，跟什么汤锅休息中，请勿打扰，然后一直说起床喽，汤锅起床喽的很奇怪的片。对，我们有桃园有一个开幕典礼，在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那天，12月25号，大家可以来找我们。但没有意见，为什么没有我？你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我？太令人难过了。圣诞节已经要敞开了，太酷了吧！我们好像其实也蛮多，哎，我很常去桃园的活动，哎，我校唱也是桃园，哎，校唱去桃园，然后开就是那个球场也在桃园，就是感觉一直都在桃园。暴雷有一家，就是也还不知道有谁啊，对不对？搞不好有我，有可能没有，这就是不一定的事情。官方放什么图啊？我看一下官方放什么图，是不是放那个运动会的图？官方放运动会的图啊，就是一种很运动的感觉啊。生日快乐，谢谢全员，对啊，运动会咯。谢谢洛瑞笑笑的 kiss 初初，然后后来在干嘛 ？reset 哦 ，reset 就是哦，我考了驾照，我在我19岁的时候考了驾照，然后到现在还没有上路过，哇，我太棒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上路过，但是台北就很恐怖啊。台北就是一个，一家生日快乐，不敢让你骑车的地方。谢谢李猴子的掌声鼓励，还敢唱我就不敢啦，怎么会敢？真的是很难呢、欸。还是火鸡好骑？嗯，等一下，很恐怖哎、欸。不过柏林跟我说，就是你骑过几次，你就不会怕了，你就会享受骑车的感觉。我想说，嗯，好。但是如果我要骑车的话，我还是会想在嘉义骑。嘉义呢比较恐怖，嘉义的时速都20，哎，就是你慢慢来都没关系的那一种。台北就是你骑20，你就会叭叭叭，你就会叭叭叭叭。哎，大家今天有看那个影片吗？小心剪的那个影片，
那个很好笑哎、欸，就是那个反差，失业的芭芭芭芭蕾，然后下一个就是柏林的芭芭芭。我们看的时候笑超久。哦，但是不是全部人，就是因为我跟小婷住宿舍嘛，所以他会给我先看，然后问一下我的意见，就是怎么剪好这样。我就很想说，对呀、啊，20哎。没看到你霸占镜头的影片，就是哎、欸，其实我那一段真的录超久，就是那天录，那是我们录音那天录的 GoPro，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台 GoPro， 然后上面会贴成员请录的一个图样，然后就是反正成员看到那台 GoPro 就可以拿起来自己录。然后那天真的是一直，因为我那天待超久的，就是我好像待了一个下午之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待那么久，反正我那天真的就是一直在用那台 GoPro 在录，这样子。戴眼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天没戴隐形眼镜，但是我戴了眼镜。戴眼镜应该是蛮可爱的吧？我自己跑20已经尽力了，我自己跑20很快耶。没错，霸占摄影机，其实也没有啦，也还好吧，就很无聊啊，就会想要去录一下。谢谢灰远的爱心气球，但是哎、欸，考机车驾照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不会过，我真是压线过，我72分呢、欸，72分呢、欸，天哪，太厉害了！而且我疯狂哔哔哔，我疯狂叫，那时候我突然想说，过了吗？这样子也可以过，这样也可以过，是不是？太厉害了！你是眼睛哦，谢谢。怎么考72分吗？我也不知道哎、欸。谢谢听的爱心气球，然后再来就是无限的购捷运直达。鼻子没有，因为它好像还会有扣什么分，就是有些分它扣的比较轻，然后可能就是刚好扣到比较轻的那个分。不会，我觉得直线七秒很简单，直线七秒我没有压过线，就是我每次练习的时候直线七秒都很简单，最难就是那个直线转弯，是这样讲吗？直角转弯真的是太难了，我真是每次转，我直到考试那天我都还转不过去呢。我直到考试那天我直角转弯还是没有转过去，真是太棒了。直角转弯太难了，我每次练习都没转过去，然后想说完了，我考试一定不会过。然后结果我考试还真的没有转过去，但是我还是过了，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过了。太厉害，可能是看我长得太可爱，没有啦，开玩笑，哈哈，哈哈。然后再就过年，这是过年比较特别，是带个香港同学，因为他疫情没有办法回去。我原本问小晴说要不要来，但是小晴已经被林于星先约走了，强人失败，没有啊，开玩笑。对，我也觉得我不要上路比较好。虽然我就是带另外一个我们系上哦，但是他转系了，他转系了，我们系上的同学，香港同学一起来过年，就还蛮有趣的。学了很多粤语，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好笑！天哪，好开心哦！大家都在回复我的现实动态，我说 CGM48 的大家就是开心。但是我只有录副歌，就是谢谢。对啊，跟我过年就转系了。现在过年差不多可以开始抢人了吗？但如果疫情趋缓的话，他就可以回去了吧？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啦。如果疫情趋缓的话，当然是他回香港更好啊。最后会讲几句爱海，加油！我会讲加油，加油，加油！他们都回我那个啊，回我英文，我们都是使用英文沟通。有一次我用一个泰文回讯息，反正简单泰文，然后
然后他说，他会说哇，你会泰语？然后我说没有，我 Google 翻译的。他说哦，是哦，哈哈哈，好好笑。是跟我过完年才转系吗？不是吧，这个因果关系怪怪的哦。没有，那个时候他原本就想转系了，因为他读我们系读得很不习惯。我都讲手宅手宅，谢谢小阿公，谢谢小阿公的一封信。这么穿那么喜欢，生日要穿喜欢一点吧。Google 翻译万能的吧， Google 翻译真的是万能。什么是最后一根稻草？不是这个问题，大家不是这个问题。没有，我跟大家聊天都会用呜呜，大家知道泰文的呜呜呜呜呜是什么意思吗？呜呜就是哈哈哈哈哈的意思，就是呜在泰文的发音是哈 ，H A 哈，呜是哈，所以如果你打呜呜呜呜呜，就是哈哈哈哈哈的意思，就你觉得很好笑就打呜呜呜呜，没错，5566，好哦，谢谢，谢谢。哎呀，呜呜，在中文看来也是那种呜呜呜，就是呜呜呜，呜呜是好笑的感觉吗？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是啊，呜呜呜，是吗？是好笑的感觉吗？呜呜呜呜呜，学费的呜呜，没错，就是可以打呜呜呜。哦，然后跟小晴一起 cover 了 BNK48 的那个 Can You， 就是。噔噔噔，我跟小青说，哦，不是我跟小青跟我说，我们两个应该是 TP 最泰的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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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翻跳泰文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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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我真的好想，而且淡水的景色真的是很美丽耶，真的淡水很好看，有很有那种乡间感。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那种感觉。现在幻影战士的梦幻星座哦，反正就是，哦，真的很想去户外拍，而且茉莉感觉就是一首可以去户外拍歌，但就是很可惜疫情的关系，但是又不想要戴口罩跳，其实也是可以啦，但是还是 prefer 脱口罩，但是就被。怕被骂，虽然我们都有快筛，但是不知道到底是可不可以，不太清楚规定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最保守的方式。因为这种废墟是吗？那你就是淡水捷运站呢、啊？乡间感哦，两个邻国在一起吗？现在他说拍照可以脱口罩，摄影到底可不可以脱口罩？还是摄影也可以脱口罩？我就是看到他拍照可以脱口罩，但是摄影的话，他的那什么时长又更长，所以不知道，太难了。乡间特太行可以有、哦、真的假的？算了，都拍了。回到几月？现在已经38周前是几月？2月19日，2月了。没人看就可以哦，是这样，原来如此。再来就是我们的 reset 第一次有照片了，我们的 reset 外面第一次有照片，因为就是，哦，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老板，差不多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换了新老板，这样。第一次的话，第一次外面有公司照。外面的墙第一次有公司照，一张完美照，说的也是哎、欸，一张完美照通常都拍个3个小时之类的。再来呢，就是又继续是购捷运站，然后就是四单的，是吗？是四单吗？四单的握手会在3月14号，哎、欸，都是情人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喜欢在情人节办活动？是。我们就是办了四单的握手会哦，应该蛮好看的。我觉得四单握手会的合照会的时候很好看，我觉得四单合照会比
比第一次的合照会好看。对，锁骨。对，电视是下一次公演，这是第一次有公式照。对，你那天没有讨到生日，我也忘记讲了，太可惜了。没有钱啊、哦，大家都有空可以出来吧，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吧。好好笑，罗瑞婷，他要确定我在直播。我一接起来，然后我刚刚说我在直播，我在直播哦。欸、我想问，你觉得我在直播可以吗？是可以的吗？这是可以还是哦？那你还是你私讯我。好，拜拜。拜拜。看来是一个不能在直播讲的话题，不是生日祝福，是要问事情。对，第一个生日祝福来了没有？并没有。好好笑，太晚了吧？没错，跨日什么？我跟他讲，我跨日啊。生日直播，他确定他还有哦，そうです。原来你生日没有，他有传照片给我审，看没有，我们在私讯了，可以啊。OK， 解决完他的问题了，问题已解决。好的，爱您。你知道，我们都会礼貌性给成员审过，好吗？我们是不会，就是我们从 TP 时期就是你如果要发成员的照片，你一定要给那个成员先看过，就是姐姐们教我们的。对啊，我们都很有礼貌的好吗？很有礼貌的好吗？我们必须礼貌性问一下的。我还是会问，要修一下。Oh my god， 我的网络看起来有点不太稳定，还好吧？一家生日快乐！一家。生日快乐 ！Yes， 一周生日快乐！开一下，好，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再来，哦，再来就是企鹅的 MV， 企鹅的 MV 就出来，拍！我真的觉得企鹅 MV 是一支很好的 MV， 就是它又有，就是属于我们草组的一个故事。很感人嘞，而且又是接到了 Ego 雨鞋的业配。Ego 雨鞋 ，Ego， 好好笑。对啊，这个 MV 真的很赞，真的很棒。Ego 雨鞋，而且又那天天气真的是很好，虽然我们拍两天，因为第一天最后下雨了。哎、啊，我刚才讲天气很好，算了，不管。大家下雨了，啾啾你哦。谢谢。哎、啊，我要先回春浦，我还没有回他，
他朋友说 Well， 我要回他说只有副歌，请大家不要把期望放太高。有我就是好天气，谢谢。太棒了，还没有全。就要副歌应该是 only c h o u r s 吧？哦 ，c h o r u s， 应该是 only c h o r u s 吧？大概啦，随便啦。大家就有副歌啊，大家也不用把，可以期待一下，但不用把枪放。很棒吧？为什么全部？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可是有赖的好朋友。哎、欸，他说我在等他的生日，没有啦，我是生日乞丐，就是因为他那天还。就是我发十月生日会的照片的时候，他不是跟我说生日快乐吗？然后我就很尴尬的回答说，嗯，其实我生日是11月18号啦，哈哈哈。然后他就说好，我会等待那一天的，这样。谢谢老沙的爱心气球。但是因为我们原本不是都有传那个互相的泰文跟中文的学习嘛，但是大家现在实在太忙了，泰国CGN 他们那边现在也很忙在跑宣传期，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忙，我们也在宣传，其实两边都很忙，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是纯聊天。也没有断，就是我们是就变成是聊天，但是没有，我们没有在学习了。太忙了。谢谢变成新天柠檬的 Papu Cat， 对，我是生日炸气专家，哈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了耶，我的10000人追踪计划，每日废片很棒吧，但是每日废片真的是，哎，没有，其实也没有太压力，因为就很废，所以其实拍起来也不需要太多压力。太废了，废片，对，30天废片大挑战，这样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支废片。我最喜欢的废片是什么，哎，我真的都蛮喜欢的耶，我觉得都蛮好笑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哦、oh， 这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一个垃圾桶给人类教会哦，环保很重要，色也抹了，那就把你换杯，那就把我换杯，因为没换我杯是种浪费，跟着我一起减少垃圾量。哎、欸，黄大千有按这篇赞了，而且大概是在好几周之后，然后看到的时候想说，哦，那么突然吗？很久很久以后，大千突然按了赞，大千长得好熟，不好意思。你喜欢伸手不对哦，那这就是停电，绝不会被老鼠骗到第二次，老鼠三次，我真是废片大概30篇，大概有一半都是老鼠，没有，也没有那么夸张。哦，环保很重要，口罩也很好笑啊。六，未免影响他人观赏之权利，请勿使用 LED 灯牌、大型应援物以及喇叭、口哨、乐器等。口罩、口哨、乐器等扩音设备。口罩很好笑啊。口罩也很好笑，对啊，没有，大家对我实在是太好了，谢谢大家，太棒了，请你用点心好吗？现在都几点了？你怎么迟到了？哎，抱歉啦，我就刚刚账号被盗了。被？好吧，
道而驰。欸，背道而驰是我自己想的，我说是很棒。背道而驰，欸，背道而驰蛮好笑的，啊。同学，我们来折纸，我们来，莫非完全没折。Hello， 各位同学们早安，我们今天要来上折纸课。欸，对啊，大家欢呼声好笑。把一张纸这样子折起来，然后呢，再这样子折起来，它就变成一个长方形咯。欸，同学，同学，就是你同学。同学，为什么你的纸是平的？同学，你。好好笑，很好笑哎，欸！我巅峰，我巅峰好吗？没有，我巅峰已经很多，不知道能不能再达成下一个巅峰。谢谢歪姐的掌声鼓励，跟听的掌声鼓励，跟小阿刚的掌声鼓励，无语的掌声鼓励。就是要前面铺成够长才好笑啊！就是前面想说你到底在干嘛，后面突然一个反转。对啊，歌词梗是巅峰，期待期待我们天乐老师创造出更多的歌词。同随同随，莫非完全没辙？正遗忘遥远的那一刻，不管曾经奔跑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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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再来就是突然的疫情超级大爆发，你太长会想关掉，你讲这句话就不对了。王一家的影片再多长都会看完的吧？是吧？这可是王一家影片，王一家影片发个30分钟也是要看完的，啊。天老师很爱，好不好？欸，是说我真的是。出社会也不是出社会，我出来就是我怎么讲，反正我就来台北之后，我就是突然碰到很多嘉义人，欸，就是很多人都突然跟我说，欸，我也是嘉义人，像是天乐老师就是嘉义人，然后还有之前，哦，大家知道我们有上一个媒体培训课的东西吗？反正就是我们前阵子有上一个媒体培训课，就是教我们讲话怎么叭叭叭。反正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不是要读报嘛，读报就是那个时候上媒体培训课的时候。然后上媒体培训课的时候，老师也跟我说：“你是嘉义人，我也是嘉义人哦。”然后说：“哦，真的假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嘉义，这样，这不是爆雷啊，这可以讲的东西。然后后来又什么？反正就是，哦，我们大学的老师也很多人都是嘉义人。想说，对，碧露姐也是嘉义人啊。想说，哇，怎么来台北之后，就大家听到说，哎，你是嘉义人，哎，我也是嘉义人哎，这样子。他说，哇哦，怎么大家都是嘉义人？我有听过一个理论哎，就是有听过一个嘉义人会把，哦，嘉义人会去外地，哎，什么意思？嘉义人会去外地把东西，就把自己学的去外地用，然后，欸，这是我听的哦，这不代表我的言论好吗？这是我听说的。然后台南是把所学的在家乡带回家乡应用，这是我听的啦，就是大家不要太介意，这是我听到的。家人都走光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吗？跟家人说自己是家人感觉很尬，对，没错，是蛮尴尬的。还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我最近去 Rebirth， 就是那间咖啡厅，那间我一直跟大家推荐那间咖啡厅，然后我一走进去，然后他店员说。哇哦，嘉义王耶，我就嗨，真的是蛮尴尬的。然后老板就出来说你不要把人家的名讳叫出来好不好，说嗨，谢喽。台湾人比较不能适应其他地方美食，哦，是这样子哦，瘦得死，台湾比较甜。我们工作人员有一个台南人，但是他有一个很
痛苦的地方是他不能吃巧克力，他不是不喜欢吃巧克力哦，他是吃巧克力会过敏，不也是超痛苦的吗？就是他人生中居然会没有巧克力耶，而且是，哎呦，我有卡是吗？而且是台南人耶，就是一个那么甜的地方，那么甜的地方，他居然不能吃巧克力，真的是很痛苦。把嘉义王发扬光大，天哪，没有，是因为我之前发现时有 tag 那家店，但是我想说反正应该不会认出来，然后想不到就认出来了，太棒了。巧克力，对，是没错啊，但是他跟我说他好像他也没有很爱吃甜，就是自从不能吃巧克力之后，他就对甜也没有很爱吃什么之类的。没事，反正这种事情也不要强求啊，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过敏好像还真的有办法改，因为像是我爸跟我姐都是对奇异果过敏，然后我爸就是最之前过敏很严重，但是他好像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尝试吃奇异果，然后反正之后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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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然后到他现在已经可以吃奇异果了，这样子很厉害耶。就是我爸之前是完全不能吃，但他现在已经是可以吃奇异果的状态了。虽然我是觉得人生当中不吃奇异果也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啦，毕竟你不吃奇异果，你就只是不吃那个奇异果而已。但是其实，比起不能吃巧克力，吃奇异果真的是不会有什么损失哎、欸。减敏治疗，对。奇异果鸟好可爱哦、喔！奇异果鸟真的是蛮可爱的。青蛙对花生过敏，可是可以吃七七乳加哦？是七七乳加没有加花生的意思吗？那么酷。以毒攻毒，所以如果对灰尘过敏的话，我就要每天都去吸一下灰尘。现在对任何东西都不会哦。奇异果鸟就很可爱啊，好奇异，太奇异了。反正后来就是疫情突然大爆发，然后就在家隔离，这样子，在家回家一回了一个月，然后就有了跟刘晓婷的 cover 计划，不知归期的故人。迟迟不肯起航歌一江水，花生是假的，花生口味，花生口味而已。而来是你铩羽而归，我是那只鸟。对，还有十天真的是很闹。就是我一进来说来扫描，没有梁鹅文，那时候没有体温计。让我全部，你对一家过敏什么意思？对，这卡本是我回台北台发，真的耶，真的耶，好好笑，好好闹哦。啊，还有这个那个蔡雅恩对就是问案，这个片也蛮好笑，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看这个。蛮有趣的。想对你说声晚安，对你说声晚安，晚安晚安。好好笑。偏有趣偏有趣。然后后来又有 Rain 的 cover 跟爱在夏天的 cover。光，哎，爱在夏天很好看哎，画面，整个画面很舒服。夕阳灯，廖小贤的夕阳灯。对，我们演示，等于说是晚安，晚安，晚安，晚安。花都开好了，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哦，然后我们大概其实大概是三月
中三月底，三月底我们就知道选拔了，所以这是真的很久，三月底就知道选拔了。所以 Rain 的卡普真的假的 Rain 卡文好像有听说，但是我没有去问。不满意吗？李雅琴不满意吗？对你叫做晚安，致命的晚安，没错。两颊发着光，然后那阵子是我练吉他最勤的时候，现在又没什么练了，太忙了。对，原本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真的是真的可以蛮早发的，但疫情就真的拜拜拜拜，太难了。哦，对，公演完公布，我好像是耶。那我记得有一组超累，就是他们他们就超累，公演完就要接受这个恐怖的东西。对你说声晚安，然后就跟刘晓晴出去玩，去台中玩，然后就是对跟刘晓晴去台中走走跳跳。对你说声晚安。哦，对，局组很前业绩真的很可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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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往直前，我一旦撇开脸。现在这舞单要出登场 ，maybe， 但是就是我们连舞都没有办法练完，我们连舞都不能练完，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排舞的，我们就是要修改很多东西，然后就突然疫情大爆发，然后大家也没有办法去练习，大家就被赶回家，他就被赶回家，真的很可惜。但是以另外一种想法来讲，就是全员都上 Asia Fest 啦，这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居然可以全员都上 Asia Fest。 但我真的下一个目标，最近，但是我觉得有点难达成，最近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参加下一次在泰国举办的 Asia Fest， 想去表演交朋友，想去表演挂号交朋友，好好笑。再看哦，谢谢 Johnny， 谢谢。天哪，李佳丽是第一个跟我说生日快乐的人。李佳生日快乐，第一个是我自己。李佳生日快乐，要去交朋友哎。对，像我那个时候没有，但也不一定啊，因为 HFS 不一定，欸，不是不一定，应该不会是16个人吧，就是好像第一次是8个，第二次是10个是吗？但前提是那个时候还要在选拔，希望我可以选拔到 HR Fest 的时候，拜托可以舍点寿司。天哪，人太好了吧，人太好了。李佳丽，我拉到线吗？你说麦克风吗？什么意思？公司有钱就很多待哦，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吗？原来是这样。想跟日本前辈交朋友，有啊，有想要交朋友，希望可以跟大家交朋友。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交朋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哎，我还没有去哦，是不是听说明天可以开放登记混打？好像有这个消息，我再确认看一下。COVID-19 公费疫苗预约平台将于10月18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以接种第一剂 AZ 疫苗至18岁以上民众进行混打意愿。前述民众若有第二剂疫苗混打意愿，可依意愿选择 BNT 或莫德纳疫苗或两者皆选，请把握机会尽速完成登记。
AZ 混打莫德纳效果最好。不过副作用也相对较大。对啊，李佳丽也是追星很成功哎、欸，佳丽也是一个追星很成功的人。哎，我没有登记到第二季的 AZ，因为我上月平台，他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说叫我12月才能登记。我说嗯，什么意思？谁先拍大招？希望是这样啦，希望可以多我好吗？混打会很不舒服，是吗？周要打第二季，我上一季是9月底吧，9月30好像是，差不多。A 加 M 太嗨了吗？啊，那我要混吗？我该混吗？太混了吧！太混了吧！4周啦，4周了吧？4周也不会是12月啊，还他意愿就是这样，他意愿就只能这个时候。附中最摇滚的体验，好想要体验看看哦！呜呼呼，太酷了！但是我真的就是打 AZ，我就是发烧哎，我的副作用是发烧，但是就没了。然后其实我又烧40哦，后来回去看，因为我拍照，我也没有烧40哦，我烧41度啦，四十二，我回去看照片是没有，但41点多。我自动帮他进位好吗？40，因为我想说他是四十，因为我有个印象是42，然后回来想说到底是不是42，然后因为我有拍照，就是我有拍那个体温计的照片，所以就划一下，哦，不是42，是41点多，但41点多也蛮恐怖的吧？41点多，我自动进位成42，这是体重吗？我也想42公斤啊，还没有到42。没有哎、欸，我体温计蛮正常的，是啊，但是真的是没事哎、欸，就是你也不会想很恶心什么心悸，你也没有心悸，你也没有头晕，你就是觉得有点热热的，然后发烧的感觉。哎 欸，我有一次在嘉义啊、但那是很久以前，我那天感冒吧，发烧很严重，那天真的是到42度，然后那天真的是非常的超级极度不舒服，太恐怖了。所以我现在脑子坏掉了吗？我现在是坏掉的状态吗？可歌可泣，我就是没什么。你说哦，你那个故事真是还蛮可歌可泣的，是挺没有，他很正常好吗？他平常量都是36点多，他应该也是蛮正常的。发到42度是没有啊，我人生中。如果这算42，我这应该算41点多，进位成42，这样我人生也才2次而已，应该是还好2次。但是我那个时候在嘉义发烧42度的时候也没干嘛、欸，就是也只是发烧而已，然后就有点不舒服，也没去看医生，就吃药结束它。我体温计不在我身边了，在姐姐那边，因为姐姐最近打疫苗。所以现在体温计在姐姐那边。你出生都超过41，太恐怖了吧！哦，然后就3周年了，超快，3周年就有那个天天一起走去吃盐酥鸡，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他破5000观看了，谢谢大家，请大家多多观看，让他冲破10000观看。Passion，大家在我前面放这个圆阵，是在盖掉我没有弹得很好听的吉他。那时候这吉他对自己吉他没有很满意，所以想说拿一些声音盖过它，好好笑。怀疑这关联，
对，还没有演唱会三周年，明年明年。假装坚强，好聪明是吧？太聪明了，就是要拿一些声东击西，拿一些其他声音来声东击西。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还有这里啊，这里也是，这台盖过的吉他，好好笑。突然想吃盐酥鸡，不要这样啊！羊体重，我觉得我完蛋了。还是我这就重一点啊，我这就重一点，也没关系。我跟姐姐说，直接我做我生日，姐姐我生日，我可以吃蛋糕。我下次会瘦。不要放开手，既然无法退缩。那就过好每分钟。哎，我今天吃了多蛋糕，因为今天我们主管送我吃蛋糕，谢谢，好感人，而且是很听说是很贵的蛋糕。谢谢 Rex 的 Kiki 做你的猫，超开心。它是我们八个那种小蛋糕，就是那种切片蛋糕，然后我们几个人五分钟把它解决，十六个，哎，14个，雨林跟婷丽先走了，太可惜了。现在 Rex 的 Kiki 做你的喵，熊回超多口味的，就是有什么抹茶、巧克力，然后乳酪、草莓什么吧吧吧，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口味吃一口，这样超好吃。变胖应该还好啦，因为就吃一口而已，而且我今天只吃这一餐，还有几口便当。我今天第一餐居然是在下午5:30的时候，我是要饿死了，因为我就是从早我早餐没有吃，然后我就是开始彩排嘛，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吃饭，然后就一路到结束回公司才吃了我今天的第一餐，我就是要饿死，所以吃几个蛋糕应该是合情合理吧。就过好每分钟。谢谢 Rex 的 Kiki 做你的喵。让眼对量体重间没有回不去了，我真的回不去我之前的体重了，回不去了。但是生日，姐姐生日应该可以吧？生日可以胖一点吧？生日合情合理。不吃饭心情会才就很饿啊，但也还好。其实，在见面会的时候都还好，因为就是有那种肾上腺素吧。谢谢亚欧梦丽的星座打 call 加520，跟 Miso 的爱心气球，谢谢。40太夸张了，不会，变胖蛮多的哟，大家。还是很瘦，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有大家固定量体重环节，就是大概公演的时候会量一次体重。现在老沙的真情告白，噗噗噗噗噗，会是好减重好长头，先不用哎、欸，哎、欸，才3分钟了。一家生日快乐！不呼，生日要干嘛？一家生日快乐！要干嘛？就是我想一下，生日要干嘛？再3分钟，我还有3分钟可以想要干嘛？还有3分钟可以。生日要干嘛、啊？大家，我还有3分钟可以想要干嘛、欸？哦，生日的那一瞬间打开这封信怎么样？好像也不错，蛮有仪式感的。唱歌，生日那一天打开这封信，蛮有仪式感，好像也不错。蛋糕不吃蛋糕，今年生日不吃蛋糕好吗？谢谢外星人的大声说爱你，我在临时抱佛脚。仪式感，对，仪式感。然后在生日的时候把这封信打开，一家生日快乐，然后再配上这个，一家生日快乐。你出来了，翻跟斗，你穿裙子，你叫我翻跟斗。哎，我最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很多那种 MC 题目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但其实我人生中真的是没有做过什么疯狂事情，所以在前几天、欸、也没有前几天，在几个礼拜前，在半夜我在走那个 Y 区地下街，很晚，大概11点多，就是走去
走去坐捷运这样子，在外区地下点，然后因为很晚嘛，所以几乎没有，哎，不是几乎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然后就开始在外区地下街翻跟斗，好好笑，我们就开始在外区地下街翻跟斗，真是很荒唐吧？这是我人生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好好笑。十九号，一家生日快乐！一家生日快乐！然后那个我要去查那个网络时钟，有那个有秒数的那种，好紧张哦。其实也没有，平淡过一生。网络时钟，台北的时间，中原标准时间31:32。其中压力太可怕了，半夜没有，我们就是跳没有人的时间呢、啊。啊，我要来倒数了，好紧张哦，哈哈。这不是那个捷运纸啊，不会有这个事情。8 7 6 5 4 3 2 1，呼，太暴力了吧！太暴力了吧！哇哈！Oh my god！ 我直属学妹传讯息给我，为什么直属学妹？哦天哪！谢谢！我直属学妹怎么知道我生日？好害羞哦！谢谢陈心念没有掌声鼓励，跟喜悦的红玫瑰，谢谢大家掌声鼓励，跟课本是潮。还有谁送的香槟？我刚有看到香槟，纯酿酱的香槟，谢谢！太暴力了吧！好好笑，要多暴力？好啦，我们来，天哪，好丑哦！谢谢柯基的告白气球，哎，一家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哪有一直提？我没有一直提。怎么那么丑？谢谢战宇的香槟，谢谢战宇的很多香槟，感谢跟 MK 的喊你在一起，谢谢。哇、哦，好多哦，几张啊？1、2、3、4、6张信哎！谢谢，这什么好酷哦！谢谢什么 Miso 的天蝎流星雨，偏酷！谢谢战宇的香槟，跟苦味说爱的小熊。我想要这样掌声鼓励，谢谢。好啦，我要来念信了，大家最期待念信环节哦，最期待念信环节来了，谢谢 Pat 的香槟跟小阿光的香槟，谢谢，谢谢熊熊的要你好看，谢谢，谢谢迷雾的我是天蝎座跟 Rubber 的香槟。谢谢福福猫告白气球，好，我要来念咯，给20岁的王一家，好啦，20岁生日快乐，谢谢。不知道你现在字有没有变好看？哎，好像有变好看嘞，比起16岁的我有变好看。谢谢 Sega 的告白气球，心，谢谢让你挥手的告白气球，谢谢。好像真的有变好看，签名长什么样子？没有变。人喜欢打注英文吗？蛮喜欢的，谢谢米屋的什么啊？我是天蝎座，跟 Rubber 的香槟，跟让你挥手的告白气球，跟另一半就大声说爱你，谢谢熊熊的要你好看，谢谢，还是注音已经废掉了，注音已经废掉也太恐怖了吧？这什么环节？谢谢 CJ1103 的红包，抢爆！抢起来哦，没抢到，对不起，我有好多好多事要问你哦，准备接手吧。好，第一个大就是 TPE48 那边还好吧？不好，没了，不好，已经没了，抱歉，不好，这是16岁的，107年3月27号。哇，好久哦，107年3月27号，不好，呵呵，挫折都有撑下去吗？还是放弃回来读书了？哦，挫折有撑下去吧，应该算是有撑下去，但是还是有读书，
好像还不错，第一集就没了。如果 TP 有继续下去，那我要继续混咯。TP 没有继续下去，那还是以另外一个形式 AKB48 进 TP 存在，所以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好，你公演办了几场了？哦，好像蛮多场的咯，蛮多场的。放弃的同时，我是学霸，蛮多场的耶。Reset，握手会很多人来吗？我刚才看过了，握手会很多人来。一定当上这次成员的嗨妃，对不起。哦，16岁的我对我20岁的期望是当上正式成员，而且我是用肯定的语气。我居然给我用肯定的语气，我用肯定的语气说一定当上正式成员的。对不起哦，还没，抱歉，I'm sorry。你很会问问题耶！谢谢本源的幸运四叶草跟普拉斯的幸运四叶草，跟太阳马逊的一封信跟露天四叶草，谢谢，好好笑。我很直接，可以不要那么直接吗？谢谢 YS 的真情告白，跟永格的幸运四叶草，谢谢小光的幸运四叶草，太好笑了吧？好啦，还有什么薪水多少？哇，你很会问问题，也太伤感情了吧！直接给我问薪水，穿上漂亮的衣服，应该是穿上了吧？TP 村还在吗？不在了，抱歉。当村民了吗？没有。和柏林瑞婷组成林家庭还在吗？还在，还在，放心，还在，还在。该不会去参加总选了吧？没有了，没有了，抱歉，没有总选了。大学念什么啊？哦，大学念什么？现在 TP 有宿舍了吗？有宿舍了。哇哦，有宿舍了，大家！谢谢蔡马逊的一封信，跟福茂幸运四叶草，跟露田幸运四叶草，跟振宇的幸运四叶草，跟国硕幸运四叶草，跟普拉斯幸运四叶草，好好笑。对，我看到瑞妮发现洞了，谢谢。哎，哪里？TP 有宿舍了耶，太好了！那个时候没有宿舍，那时候每次上来都还要自己订胶囊旅馆。自己付钱，自己订胶囊旅馆，偏难过好吗？偏花钱。现在这里的幸运四叶草口号，口号，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口号录。对，我的问题很犀利耶。现在每个礼拜跑台北有点累哦。我在跟我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在跟我说，我现在每个礼拜跑台北很累，辛苦了，辛苦你了。现在不用每个礼拜跑了。妈妈还在哔哔上班吗？哦，前一个还在，后一个不在了。姐姐做什么工作？不会再当农夫了吧？哦，这倒是没有，因为姐姐之前有一个愿望吗？有一个愿望可以当农夫的愿望，还没还没。哦，爸爸支持吗？爸爸支持，爸爸支持了。谢谢小阿光的幸运四叶草，对我问题很硬核。乌咪多重了？乌咪多重了？啊，不知道，好久没看了。是不是他一直抓你咬你？他对我很好了，乌咪对我很好了，谢谢啊！真的好多问题了，谢谢。我还没有问够呢，偷偷跟你说哟，我对未来真的有点迷惘，不知道 TP 能不能在台湾成功？不能，好好笑。TP 能不能在台湾成功？不能，但是变 AKB48 进 TP 了，不能哦，抱歉。谢谢开心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谢谢。啊，瑞你是发很多现实是不是？好好笑，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但希望这条路不管成功与否都能学到很多事情。有可以，最近我去听了好妹妹在台湾第一场演唱会，真的很好听，很幸福哇！好棒哦！我才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我知道你在未来等我，我一定会尽力追上你的。天哪，好感人哦！怎么那么感人？你一定还喜欢着好妹妹吧？天哪，怎么会有点想哭的感觉？哇，我是不是要哭了？没有，我们来点播一首好妹妹的歌曲。有，眼角泛泪，有点泪光，好感人哦！让我们来点播一首好妹妹的歌曲。哎，很感人呢，偏感人吧？还是大家其实觉得还好？
没有好妹妹给自己的信号。你现在应该是 TP 的大前辈吧？不是，哦，是啦 ，AKB48 TV 的大前辈。TP 招几期生 ？TP 倒了 ，AKB 招二期生。你我很以一期生为荣。哇哈！谢谢开心的剪刀。你还记得红？当然记得啊，我超喜欢的。他最近不是出，他最近出情人节。你看他们，但他们还没出实体耶、欸。他们还没出实体专辑，好难过。对，是前辈了。我发现我最近的泪腺好发达，包括在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哭，我边哭边写这封信吗？太难过了吧？哦，他说在读这封信的你是不是也哭得稀垮了？快了快了，但还没快了。自己笑着自己又感动自己，哇哈！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哭，为什么？怎么那么难过？哎，我要哭了，哦，好难过，太难过了吧？哦，感人，偏感人，偏感人，感觉你就是会在直播中读这封信，然后把粉丝也逼哭，这个小心机，什么东西啊？好好笑！谢谢 DarkYA 的小鸡送我小鸡，好好笑！感觉就是在会在直播中读这封信，然后把粉丝逼哭，这个小心机，这个小心机是什么鬼？好，你现在是不是都在台北？很想回嘉义啊，嘉义玩，还是早就回家了？还没回家。不管怎样，你很棒了，真的。有多少人敢这样对一个不确定的事物承担？太感人了吧！好，继续。所以你真的很勇敢，成功当然最好，失败重新来过就好。天哪，太感人了吧！不行，我哭很丑。再来，吸回去。希望你就算再忙，也不要忘记家人的重要，记得多陪陪他们聊天哦。希望你现在过得很幸福快乐。今天该不会办了生日公演？真的是没有，抱歉，还没有生日公演这种东西。努力有好不好？希望希望，努力有，努力有生日公演，还没有。TP 成员们想了多少种庆生方式？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当初真的很认真在庆生，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日，我们都会想一种庆生方式。现在已经没了，抱歉。瑞婷也17岁了，比我现在还大哎！天哪，好酷的感觉。他皮肤是不是还是那么好？是，他皮肤还是超好，真羡慕。柏林一样爱打电动吧？对。他的电玩社怎么样啊？因为那个时候 TP 有一个 TP 一社，我是搞笑研究社，然后柏林是那个时候是电玩社。哦，他的电玩社。然后你和妹妹的相声社有成立吗？没有，老师请到谁？我那时候原本想要请宋少卿跟冯一刚老师，太大咖了吧。社员仍然只有2个人吗？天哪，太难过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哦，那时候我们叫相声社，但是后来就跟别人合并成搞笑研究社。然后那时候相声社原本就只有我跟面面2个人。哦，天哪，现在听这首歌也很难过哎。这是什么？黄伟晋老师的《我的飞翔》这首歌也是很感动。还有什么？
希望成员之前要一直吼下去哦。20岁的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撑下去，一定可以在 TPE 成为不可或缺，我写不可缺哦，不可缺的一角的。以下几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想请我帮忙，想请我帮忙，一把日文学好。对不起啦，我还没学好哎、欸，我还没把日文学好哎、欸。Oh my god！ 身为 TP 的一员，这是一定要的。其实也不一定啦，也不一定好吗？像20岁的你，日文进步很多哦，但是比起那个时候的我，进步蛮多了。我至少现在已经学会50音了。对，我在学泰文，想不到吗？可以和前辈们沟通。也可以去日本自助旅行，团员那么多会日文的，你一定可以的，加油！现在的你还什么都不会，太棒了吧！我已经哭过一轮，张法法，我写的信好感人，一家生日快乐，好好笑。对，我现在已经是泰文，对啊，因为我自己写给自己信很感人，我16岁写给我的信很感人哎、欸，竟然这种事情，对啊，嗨，我在读我16岁的我写给我的信，我的哎呀。欸、我很好笑哦，我说我那时候 TP 那边还好吗？不好，倒了。还有什么？竟然哭了。对啊，因为我的信很感人呢、欸哦。我说我成为村员了吗 ？TP 一村还没。很累是不是？很累。嗯，现在你什么都还不会。我跟我说。请把日文学好，还没。第二个，学业不要放弃，这对你来说有点难。像你也是个工作很多的大忙人，但人要读书修身养性。对，对，更未来的自己也很重要。什么意思？对，更多些。对未来的自己也很重要。嗯。三，保持初心，扛到底。我很好奇，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偶像包袱？有吗？有，我有。对不起。是不是超级正统的偶像？不是，我知道你在 TP 中不是最可爱的啊，好走心哦！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但希望20岁的你人能常说自己是 TP 一最可爱担当哦，好，最不要脸担当。我很想成为这个角色哦，我很想成为最可爱担当。字越写越大是怎么回事？哦，真的。四，永远不要忘记最爱你的家人，他们一定支持你最久。现在的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有空都打电话回去，听到没？好，谢谢。不知道你现在都听什么歌？我的飞翔，我想都是 TP 或 AKB 的歌。哦，赶快播，赶快播。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赶快播，快点，一秒一秒约好。我居然没有。真的是诗歌，对不起。预言失败，没错。不错了。现在我真的很喜欢好妹妹，好妹妹乐队，一晚听总会哭，太难过了吧？压力很大的话，不妨去听听吧。好，不知不觉也写了好多，但想对你说的话。真的永远写不完，所以我就先写到这吧。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生日快乐，加油！谢谢，我被我祝福了。107年3月27，16岁的王丽佳，哇哈，好久哦。对呀，你看他说20岁生日快乐，太棒了吧？哎，而且我很好笑，我里面说。感觉你就是会在直播中读这封信，然后把粉丝也逼哭，这个小心机，好好笑。嗯，谢谢夜空 sky 的掌声鼓励，跟 rubber 的掌声鼓励，把它放回去。你看我的包里私信多，超丑。可以没耐心的吧？超丑。Yeah, 读完了，好快乐。你要约好哎、欸，你们我们要一起录，快点叫我声音超，一家很孤单哎、欸，这声音很孤单哎、欸，我要一二三，一家生快，一家哎哎，好，一二三，一家生日快乐，好好笑。
一二生日快乐。对啊，是不是？是不是对？再次，一二三，一家生日快乐。太难了。一家生日快乐。好、啊，就这个。笑死。快决定了。太棒了。刘小晴回家。对啊，刘小晴。哎、欸，那刘小晴有传讯息，我看一下刘小晴的讯息。生日快乐，宝贝！超多贴图，同一个贴图，耶、yeah ！爱你，是不是很敷衍？没有啦，我要传很多贴图给他。爱你哦，传累积的爱你哦给他。Daisy， 时间到！哎、欸，我的时间到了，我生日时间到了，大家时间到喽，时间到喽。好笑。对阿卡贝拉的感觉，现在 Miso 幸福世界草跟行李箱。那种笑场版，是不是大绝哥在这里？对，听起来有多一点人了，真是令人感动，太感动了。我们这样子，如果每个人生日就换一个生日快乐，那最后一个生日，好难过、哦。我们是八九十十十十，没有，就这个最后一个就会停留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刻，那一个之前是谁生日？要这么精准吗？对啊，不知道，不知道谁。就毕业前谁最后一个生日，就是谁的声音啊？可是我们生日都很近的，我们是。对啊，我们很近。八九十十一十二一，然后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又是他。哇哈！会不会停在口哈噜？停在口哈噜吗？口哈噜，停在口哈噜。对啊，今天他我说要回信啊，他说记得回信哦。那你要回什么？记得回，我也不知道哎、欸。再写一封给几年后吧，要写给几年后。哎、欸，但其实宿舍有写一封给毕业后的全体宿舍，在你房间。对，我们埋藏在房间里面。对，里面就是写了一些毕业后去做的事情。我要还给几年后。哎、欸，但是四年后真的是蛮久的。写的偏颇，我那时候心情不好。爬玉山。没有，没有这个。爬玉山。好好笑。环球影城，对，环球影城，好想去环球。现在没有那么放哈利波特了，可以划掉了。还是可以去啊，还是可以去。啊，没有，我比较想去迪士尼耶，都去，都去，好贵。高恩爵出钱，高恩爵养我。对不起，高恩爵养我。高恩爵有振兴券，没有，我上缴了。张爸爸有振兴券，我觉得可以先写一封回信，然后再写一封给。一年后啊，四年好久哦，四年我等超久哎、欸，我就十八岁的时候想说，天哪，还有两年；十九岁的时候想说，天哪，怎么还有一年？我终于打开这封信了，真是有够久。四年后，思雅就快三十岁，你太失礼，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四年后我几岁？我二十四岁嘞，感觉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我是一个熟龄美女，确定是什么意思？确定是什么？八方云雪，哎、欸，有人贴八方云雪的贴图？不要，好可爱，触手，好像是感觉就已经好成熟了，好奇怪啊！一年感觉还会记得信封写了什么，像四年就是完全忘记自己写了什么。诗雅直接躺枪，哎，怎么回事？写给毕业后自己啦，然后毕业典礼那天念。好像很不错啊，感觉很感人哎。然后我就说，你一定会在毕业典礼上面那天念吧。然后逼哭很多粉丝，你这个小心机，这样。对，在写一样话，你这个小心机。还是两年，就是就写给毕业后啊，怎么样？二十四岁并不会长成成熟的，怎么样？你二十四岁是不是？好好笑。但是我们甄选的时候不是有录一个给五年后？五年后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五年后，差不多现在吧。现在吗？我是十五岁的录的啊，我二十岁收到吧。哦，什么时候？因为我记得我是讲十五，但我记得是这个先，然后再官方的，所以应该是明年。应该是明年吧，我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四年多了。对啊。我一定跟现在想完全不一样。真的还在吗？还在 啊！我跟你说，在壁炉姐电脑里有全部人甄选的影片，前几天才被放出来。快点去破坏它！前几天，全公司人才听我的课题。我的天，好尴尬！最近就是最近壁炉姐在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的跟，因为现在的公司 ，Hello， 现在
公司的姐姐都不知道我们之前的课题，然后现在她还跟现在新的姐姐分享我们现在的课题哦。Oh my god， 很丑，不要，她感觉长不一样，知道吗？很胖的时候，我现在长不一样，我现在刘海不一样，我现在这刘海是不，好好笑，正统刘海。Hello， 生日快乐！哎、欸、你哎、欸、我们一在前面。天哪，谢谢！我现在也是，然后回来我就先送一个，天哪，送哪一个？太开心了吧！不要泡泡都可以。现在是我最爱的黑醋栗优格泡芙，而且很有心。跟大家讲很有心的是什么？很有心的是，他不是买友善时光，他买了原价，他居然买了原价，只是赶不上这样子。现在已经没有友善时光了。哦，对，十二点没有友善时光了。因为其实他包包里面还有一杯咖啡。生日快乐！哇哈！一起！不要，我们要讲王一家。我要讲王一家。对，王一家生日快乐！一二，王一家生日快乐！哇哈！王一家生日快乐！我好讨厌，好棒哦！生日快乐！我好要来一个，再来一个。王一家生日快乐！为什么有口号就这么的整齐、啊？好好笑，对呀、啊，我们刚才超不整齐的，我们刚才没有一次是整齐的，不愧是我们的组长leader 角色，leader 就是不一样。开心吗？开心。虾皮开心吗？哎、欸，我有看直播哎、欸，我有看虾皮直播，真的假的？我看立方哥的帽子很帅，神帅，好好笑，神帅、啊，听起来像打架的。生日快乐！好久不见，真的是蛮久。不见还好啦。我每天都只能跟康宇彻夜长聊。你是什么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精灵？多比？没有，多比。Harry Potter。Harry Potter。我们要先来。天哪 ，Miso 今天 ，Miso 今天是账单起飞是吗？你今天也偏账单起飞耶 ，Miso。大家今天都偏账单起飞哦，账单起飞。Miso 要交作业吗？我们要结束我们今日的生日直播。没有脖子，你的脖子。哎、欸，你有看到我传讯息给你？有啊，我回你。不是 ，IG。哎、欸，一家，你们看一下。哦，生日普拉斯梦幻烟火。快点，对，谢谢。我一家生日快乐。对啊。你有听到？你看到我回你吗？啊，我已经帮你做预告。没关系。你还要做预告？好了，没事。没事啊，这样也蛮好的。我们是走一个低成本风格。好的。没钱缴电费，完蛋。谢谢振宇的，哇、哦！谢谢勇哥的火箭起飞。谢谢我们的天蝎座小火箭，谢谢。我一家生日快乐！加速的超大声的。我一家生日快乐！大声，麦克风旁边。对啊，麦克风旁边。哦哇！大家耳朵应该爆掉了。谢谢勇哥的账单起飞，希望可以在握手会上面见到勇哥，好吗？有点久没有来喽。谢谢浪里挥手的告白气球。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在握手会的时候，在生日的时候说这句话是不是特别有说服力啊？是没错。希望可以在握手会的时候见到大家啦。现在蔡法是爱心气球跟麦会说的告白气球，中心好神，对呀、啊，蛮感人的吧？嗯，六张哎、欸，六张很多哎、欸。就是对，就是要在生日的时候情绪勒索一下大家。现在会员的爱心气球，明天要早八的假， yeah, 情绪勒索 master， 加油！好想要放假、哦，快了吗？我每周超快。其实好像还蛮久的吧。期末地狱。对啊，十一月生日会见大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十一月十八日。大家想说要美好什么？谢谢 Sky 的告白气球。走啊，乔，不行，我们生日当天我们要当一个认真的乖学生。
谢谢小阿坤的告白气球。我最近没有睡超过一个小时，晚晚休息。好，可以睡觉。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念排名，第一名是 Miso Coquia Trizo， 谢谢 Miso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第二名是永格 Coquia Trizo， 谢谢永格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第三名是郑宇 Coquia Trizo， 谢谢郑宇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太低了吧。第四名是普拉斯 Coquia Trizo， 谢谢普拉斯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第五名是小阿光 Coquia Trizo， 谢谢小阿光 Coquia Trizo。 第六名是 YC Coquia Trizo， 谢谢 YC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好爽。第七名是熊熊 Coquia Trizo， 谢谢熊熊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第八名是浪与挥手 Coquia Trizo， 谢谢浪与挥手 Coquia Trizo， 回家生日快乐。第九名是令 MJ Coquia Trizo， 谢谢令 MJ Coquia Trizo。 第十名是外星人口卡对着写外星人口皮卡对着什么东西。第十一名是 Rubber 口卡对着写 Rubber 口卡对着。第十二名是夜空石盖口卡对着写夜空石盖口卡对着。第十三名是 Pat 口卡对着写 Pat 口卡对着。谢谢。第十四名是传亮加油口卡对着，谢谢传亮加油口卡对着。第十五名是柯基与口卡对着，谢谢柯基口卡对着。怎么了？怎么了？耶、yeah, ！谢谢大家。回家生日快乐！还想讲啊？小王。谢谢。王一佳。回家生日。我要红包哎、欸！我现在要让大家为我红包。这一个包包把自己打包，他想卸妆哦，还是我现在开始卸妆？红包，下集有没有？我一家发红包喽！耶、yeah, ，生日红包！我还有红包，真的？没有，我花钱，我发的，努力收集的，不可能，我都想不到，可恶，连自己都没抢到吧？哇塞 ，and shock luck！生日快乐！为什么觉得他的名字有声音？他名字都有声音。安雪格拉卡，哇哈！谢谢开心的红包。凤雪格拉卡，凤雪格拉卡，可恶，完全没抢到。没钱了，我没钱了。让大家领完这个美好的红包。度过这个美好的哎、欸，那我要猜那个，我要猜隐形眼镜，抽错，好可怕，抽错，立马猜。大家好，这是我的眼睛，为大家展示我的隐形眼镜。爸爸。爸爸泪眼眼，演播哎，对啊，我进步很多哎，我从一个戴眼镜要一个小时的人，变成可以不用照镜子就可以拆隐形眼镜。我要，耶！对，我戴日抛，耶！25岁，我被套路了，被出个剪刀，真的谢喽！被套路了，林佳生日快乐！我还是可以看清楚好吗？这个也没有很远。谢谢福福猫 Kiki 做你的喵喵喵，妈妈妈妈聊，一秒一秒把泪眼眼。想说什么？张法法说出来哦，好，好高。谢谢安莎卡拉卡的枫叶，好高哦。云爵，好高，云爵。接着讲。你有纸吗？一张法法。我要纸。让他
只是想说张爸爸而已，一张爸爸，一张爸爸，这真的让我没有办法发。那就是谢了哦，谢谢佩佩的爱心气球跟勇敢的真心告白，谢谢。没有，我还在想干杯是哪个？你在想法法是吗？我一家生日快乐！我正在介绍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一家一家越好。哈哈哈哈哈！跟着我一起，一家一家越好。AKB48 Team TP 来自嘉义绰号嘉义网的王毅加一个字形容，看两个字形容，看看三个字形容我，我已经要生日快乐，嘉义嘉义好，一家越好，最近单曲一秒一秒越好已经在 YouTube 平台上架了，然后只要购买我们的新单曲就可以登记2月12号跟2月13号的握手会，欢迎大家来找我们握手，地点地点中创园、哦、松创松山文创园区好吗，松创也是松创，松创可以叫松创吗？松创也第一次听到。啊，都讲松山是不是？松创。对啊。松烟。松烟文化文创园区。松烟文创园区。然后呢？后面那六个字。多功能展演厅。多功能展演厅耶！那跟我们一起手勾手向前走，好言娱乐出版环球唱片发行。耶、yeah ！一家一家约好，一家一跟我们一起一家一家约好，一起去一家，大家都要一起握，我也握一下，爸爸也握一下，你觉得握一下，小青握一下，你握一下，大家握一下，握起来，人勾手，手勾手，我们手那天我们是手勾会，爱地球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所以呢，好好笑。一家一家约好，一家一家，哎，好像不错哦。不错啊，我说一家一家约好，哎，不错啊，不错啊，哦，可以啊，改一下吧。那个中间不是那个吗？十字，那个不是一家家，是不是？也是一家家。哎，大家有发现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舞台是浅的，所以我们原本是一秒，我们原本是勾手，变背后面，而且三个人。对，雨晴直接吐了，你在陪伴。哪有跟哦？你们站到前面，哦哦，对，就是我没办法变成一个直线，现在就完完全全变成一个一家了耶，一家一，祝你生日，谢谢，太棒了吧？自我解读，没错，自我解读，一家一家约好好吗？好像很不错。嗯，现在燕子的红玫瑰跟荣华大叔跟红扑扑跟不知道怎么念爱心跟小童星的红玫瑰，苏东坡，谢谢苏东坡。一秒一，现在阳光可以干嘛？哦，加入粉丝团，自问自答。突然 get 到，谢谢潘姿怡分享的直播间，谢谢潘姿怡的分享。太棒了，听歌啊大家，我们要慢慢的等大家把红包领完，那我们来听一个暴风雨之夜的圣诞氛围。是什么恐怖的标题？请大家聆听。这是暴风雨之夜的圣诞氛围。现在有个植物守护灵，感觉桌上就要有什么烤鸡啊之类的，好饿哦！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要不要吃感恩节大餐？那你是说要等到那个吗？等到圣诞节是吗？好，我们有那个消费券，可以吃必胜客。为什么？肯德基。对。为什么？它有两必胜客，两个九寸的披萨，然后还有一堆配菜，才480。为什么？可是领券的那个哦，真的哦，优惠券。为什么没有？吃啊！而且我们还有两张，可以吃两次。吃它呀！慢慢庆祝啊！好好笑。要首先谢潘姿怡，谢谢姿怡。太平法法不用，法法体重完全不用担心好吗？他就是一个必须吃胖的人哎、欸，他太瘦了，他比标准还要瘦个
35-36-37-38-39 吧，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对啊，真的差不多35-36-37公斤哎、欸，超恐怖的，太瘦了，他真的需要多吃一点。大家看到他的脚，他的脚是为什么大这么黑？哎、欸，好细哦，真的好细哦，多吃一点好吗？我有在努力。35-36-37公斤，真的很多。我不知道在黑什么。为什么大腿会黑啊？我都穿长裤哎、欸，好酷！哎、欸，是染色，就是你穿黑色长裤，然后流汗，然后染到黑腿上。我的天哪、啊！好好笑。我的天哪、啊！太瘦，真的很瘦，真的爸爸的脚要断掉了。噔噔噔噔噔噔。低成本，低成本长裤，马上褪色，好好笑。放卸妆了，要不要来卸妆？太多什么重金属，含重金属食物，今天20来挑战，马上卸妆。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我没有卸妆，没有用。我要去直接去 ，pra 啊，那个那个杀虫剂。Hello。不要他要给我洗面乳这是什么好不好20岁挑战给你个冰凉打不开直接爽辣打不开开了还是你要这个这是怎样等一下那个吃的先不用没关系哇大家 TV 等一下挤到法法身上的呀法法生日快乐太早了法法生日快乐真的是这一坨了哇那么可爱吗法法生日快乐好好笑七秒什么意思你就这样子法法生日快乐好闹哦噔噔噔噔噔开卸，我们直接开卸。好凉哦！这样哎，刮胡泡可以卸妆吗？不知道，谢谢。它的材质很酷，很轻哎、啊，直接拿走。你要吃吗？还你，还你。好酷哦！很可爱呢。撒你们刮胡泡，谢谢潘子怡 ，Kiki 最牛喵，哇哈，谢谢潘子怡。哇，你那叫做刮胡泡，是有用吗？棒棒棒 ，Mina 发达啦，谢谢 Mina， 好可爱哦，自我卸，不能卸吗？应该是我自己擦掉了暴力擦法好啦有点粉不见了我们就弄多一点试试一家你要体会但只是最白的一天哈哈这个就这样没关系了舒洁拉拉我刚刚那边不见我刚刚不见了我刚刚很香 Mina 发火间就是很发达了那辣辣，你说这个辣辣的吗？要卸了没用。那质地好酷。一点点啊，一点点可以卸掉。好。这样。感觉都是擦掉的，就是不是因为刮胡泡卸掉。哦，好想卸妆的。啊？你说啥？火箭太贵，潘蜜娜直接送一个火箭，他就成为财富自由的人。在干嘛？他直接一个财富自由。蜜娜不要冲动，我们剩两个红包了，大家。好棉哦，它是一个玩具，很像一个硬硬的东西。哎，你挤太多了吧？等一下。你也挤太多了吧？洗脸喽，这么棒。抓吧，系列吧！我一家生日快乐！一家出手啦！我一家出手，就知有没有？
再把擦掉洗脸了，现在浪上 CPU 的枫叶。为什么是这个质地啊？很酷哎、欸，很紧密，它完全没有泡泡的感觉。对啊，好像有固态东西，很可爱，真的是可以自己拖出来玩的那种。哦、有啊，我青春痘超多的，好不好？我痘痘名就很多。青春，我们很青春。你也长痘痘了，整大都长痘痘。我最近也突然在冒痘，这里我痘痘，但我有，我有遮，我的旁分。旁分仔，刘海遮不住。花落的露出红红的青春痘。哎、欸，我把我在干嘛？天哪，你太多了吧！大家看他的，他的手太多了吧！哭泣啊！好恐怖哦，旁边是战场哎、欸！智慧音响，太多了吧？哎呀，这声音很恐怖哎、欸！想怎样？你太厉害了，拿走！你不要！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做雪人哦？这是什么？白色的，好恐怖哦！那种是张张爸爸买的啊，超久之前。对啊，红包发完了，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的直播，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快乐的11月18号。哇，是我吗？不是，是我。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帮我庆生，跟我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大家。那我来关直播喽，大家拜拜。咪手交饭晚安，卡车交饭晚安，勇哥交饭晚安，飞镖交饭晚安 ，River 交饭晚安，柠檬交饭晚安，开心交饭晚安，小阿刚交饭晚安，小易交饭晚安，布拉斯交饭晚安，许阿贝交饭晚安，杨雄交饭晚安，辉远交饭晚安，科技与交饭晚安，厨房交饭晚安，学课本交饭晚安，派的交饭晚安，福福猫交饭晚安，娱乐交饭晚安，熊熊交饭晚安，彩马逊交饭晚安，锤娘角交饭晚安，诺瑞夏夏交饭晚安，李猴子交饭晚安 ，CQMA 交饭晚安，九兰交饭晚安，卡小交饭晚安 ，Gate 交饭晚安，戴尔先生交饭晚安，东东我交饭晚安，干旱交饭晚安，冠宇交饭晚安，乌宇交饭晚安，永哥交饭晚安，姚茉莉交饭晚安，米无交饭晚安，春风交饭晚安，巫婆交饭晚安，老沙交饭晚安，七月交饭晚安 ，Kira 交饭晚安 ，Tim 交饭晚安，郑宇交饭晚安，小阿刚交饭晚安，鬼叔交饭晚安，红。交饭晚安，人豪交饭晚安 ，Kex 交饭晚安，坤坤交饭晚安，乌鱼交饭晚安，安 shakalaka 交饭晚安，丸子露露交饭晚安，卡小姐卡丘交饭晚安，一路交饭晚安，浩一交饭晚安，福福猫交饭晚安，一红子盖交饭晚安，果树交饭晚安，子宁交饭晚安，汉交饭晚安，普拉斯交饭晚安，还有谁吗？丸子露露交饭晚安，娱乐交饭晚安，冯甲低雨平交饭晚安 ，YC 交饭晚安。Crazy 交饭晚安，西奇赤明交饭晚安，玉交饭晚安，夜空 sky 交饭晚安，明杰浓热圆如交饭晚安，应该差不多了吧？还有谁吗？生日快乐，古早古早味 A 交饭晚安 ，River 交饭晚安，卡特交饭晚安，
谢谢大家今天来帮我庆生，我过了一个我的20岁的开头，是很美好的，感谢大家参与了我20岁的最开始，谢谢，希望我们20岁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快乐，感谢大家，拜拜，大家早点休息，5、4、3